咁啊嚟食一间 CP 值超高嘅葡国菜人气餐厅啦。听讲呢间嘢夜晚饭点时间咧系一位难求噶，所以啊唯有中午过嚟会一会佢啦。地点就喺海边新街巴士站嘅对面，妈焗庙行过嚟又唔使五分钟。首先梗系嚟一个佢哋嘅招牌蒜蓉牛油焗银舌耳啊！一上台就俾几个蒜蓉牛油香攻陷咗我。鳕鱼肉经过咗煎焗之后咧，都保持到嫩滑，仲唔怕有腥味。但系咧就俾个蒜蓉牛油抢晒啲鱼味。不过我就系贪佢一只香蒜牛油嚟噶嘛。想食鱼味，我清蒸唔好，而呢个就系今次专程过嚟食嘅铁板黑椒爆蚝啊！上台嗰瞬间已经被佢滚热辣嘅卖相吸引晒，新鲜嘅生蚝用铁板高温煮熟，再加埋洋葱青葱调一调味，再淋埋呢个邪恶嘅黑椒汁。但就嫌嗰啲生蚝唔够大只，如果再大只啲咧，真系一口入魂，饱到入肾啊！最后再点咗个主食西洋焗骨饭，一炒饭底嘅焗大骨嘅猪扒饭啦。呢个午餐真系有够邪恶，埋单200几蚊，有鱼有肉，大家又觉得呢间名记如何咧？